被拆散的无奈让他偏执地深陷于复仇。你把一个特务的女儿领回家来住，是我毁了国生，求你离开我儿子好吗？我发誓我会用生命呵护我们的女儿。你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北北带走？是你妈生生地把我们拆散的。你真的变了，徐婷。我们俩从今以后没有任何关系，我现在唯一想做就是要回北北。谁都别想把北北从我身边带走。12月13日，爷们儿